受到疫情的打擊，很多行業都大受影響，唯有工程行業在逆市之中依然一枝獨秀，對人才需求強勁。據我所知，電機工程的學生未畢業就找到好工。等我問一下城大電機工程學系的老師，點解佢哋會咁犀利？又到了大學生畢業咧揾工一個季節咯喎！我知道咧兩位老師一啲嘅高足咧喺揾工方面咧都好容易咧就揾到一啲理想嘅工作。實際嘅情況係點？可唔可以又同我哋講下？其實咧，同阿今年揾工機會咧仲多咗添啊！雖然很多活動啊、經濟啊都受到疫情的影響，但是咧喺疫情之下咧，我哋多咗時間喺屋企啊嘛，咁變咗咧好多人咧就要 work from home 啦，多咗用手機啊、電腦啊，咁令我哋嘅電子行業需求就更加多咗，所以我哋畢業生咧就唔使驚冇嘢做嘅。就算在以往正常的情況下，我們的畢業生普遍在畢業很短時間或者是未畢業已經找到工作了。還有根據大學給我們的調查問卷，我們畢業生平均工資在工程類別來說都是 above average 的。在大灣區發展底下，香港已經定位成為國際創科城市，我們的同學畢業之後就很容易找到好的工作，其實亦都有好多 startup 你哋可以見到咧，已經成立咗啦。所以我哋個同學就唔愁咧冇發展咁。真係唔錯喎！咁點解佢哋會咁搶手嘅咧？喺香港咧 ，DSE 同學入嚟 engine 咧都比較容易嘅。咁但係經過四年好密集嘅培訓之後咧，通常佢哋畢業都會增值咗啦。咁亦都幾受啲公司同僱主嘅歡迎嘅。咁但係咪其實你哋喺佢哋身上施咗啲咩嘅魔法？我都好有興趣想知道喎。我哋除咗啲 technical courses 之外咧，咁我哋都會有好多唔同類型嘅學習機會㗎，好似啲 overseas internship 啦、本地 internship 啦、exchange 啦，甚至唔同類型比賽啦，本地外國嘅都有。早啲參加依啲唔同類型比賽或者依啲活動咧，咁佢哋早啲 build up 佢嘅 network 啦，咁亦都可以早啲了解世界社會或者個 business 嘅需要啦。透過我哋嘅活動，提升咗同學嘅 communication 同埋 presentation skill， 呢啲就係我哋嘅魔法，令到我哋同學變身成為一位出色嘅工程師。你哋啲培訓咁全面，難怪一畢業就咁搶手啦！我哋都好鼓勵學生投身科研嘅喎。好似我哋 department 咁咧，都好鼓勵同學喺讀書嘅期間都 part time 做一下啲科研 project 嘅。咁我哋啲 lab 會有啲唔同嘅 vacancy， 等啲同學可以 join 嚟到去試下做唔同類型嘅 research project 啦。同學畢業之後咧，我哋亦都有 master degree 啦、PhD degree 嘅機會。咁有啲同學會喺香港繼續讀書啦，或者喺外國讀書亦都有嘅。Overall 咧，我哋 department 有唔同類型嘅專業啦，包括通訊啊、光學 control、天線 power electronics、納米技術等等。咁幾好喎！唔同嘅興趣咧嘅學生咧，都可以揾到自己適合嘅出路喎。講得啱，只要同學肯努力，我哋就可以幫你成為一個傑出嘅電機工程專才。